打埋之外啊，入闸乖咗添啊！全部马匹准备妥当，九场赛事三班千二米嘅草地赛，十四有型气大热粉红衫嘅。哦，一开闸嘅时候啊，咁啊奔雷慢咗啲啊，前面快嘅马咧，咁啊见到中间英姿有抢啦，出边有彩福啊，咁啊埋边第三位咧红衫啊挚爱啦，第四位埋边咧仲有三元觅路啊，中档位置海船进企最出魅影杨飞啊埋唔到嚟啊，咁啊内栏黄衫仲系迎之光，中间粉红衫有迎起啊，再有多少个马匹啦？与你同行啦，尾五系老实人绿色衫嘅，咁啊后边四只奔雷啦，特醒就红衫响尾三，尾二位置童话包咗落尾顺义宝啊，好啦转翻。直路咁滞啦，英之友咧就放噶啦，跟住第二位系彩福啊，第三位三元觅路，第四位跟前咗好多啊，就系红衫嗰只挚爱啊，再见到响内栏黄衫迎之光啦，出边位置仲有海船进企啦，再马林中间有迎起啊，响出边追，咁啊有魅影杨飞啦，老实人嗰啲马，马林后边咧先见到奔雷啊，兜到嚟最后二百零米啦，走顺咗有呢只英之友，中间上紧嚟嘅马系挚爱啊，咁啊中档位置仲系有迎起，内栏嗰边咧就迎之光，出边。上跟嚟仲有魅影杨飞啊，好老实人嗰啲马，最后一百米到啦，透出嘅马系挚爱，追紧呢只英之友，外边位置仲有迎起，过终点嘅时候啦，第一名苏保罗终于都赢翻场啦，挚爱今场赛事跟前咗好多而赢出呢场赛事啊，咁啊埋边放英之友有少少力量啦，开始十四号轻磅有迎起啊追咗上嚟，咁啊第二名要影相啦，叫做啊，第四名埋边迎之光出边追。仲有一隻魅影杨飞咧，亦都接近影相争第四。十二号嘅挚友啊，田泰安咁啊胜出今轮赛事啊，跑第二名好近喎，出边十四号有型起啦，莫雷拉入边咧九号英挚友苏兆辉跑第四名咧就系十三号马迎之光史卓峰。田泰安苏保罗，好苏保罗赢多一场啦，有六场头马啦，加油啊苏保罗！泰安今日都成績唔錯啊，兩邊咯，兩隻好難贏嘅馬，一隻鑽石大人，一隻摯愛。嗯。今日跟前咗啊，摯愛啊。係啊，今日都跟得幾好啊個位。名次啊，系啊，十二号、十四号、九号、十三号啊，时间就1分09秒34。咁啊，都系啲几不热门啊。嗯，头几名都近啊，好接近翻嚟嘅。麦田泰安今日都起到个马。好啦，睇睇預計派彩啦，跑第一名就係十二號嘅摯愛啊，獨贏派62蚊，位置派17蚊。跑第二名咧就係十四號嘅有型起，位置派14蚊。跑第三名啊係九號嘅英之友，位置派19蚊。連贏位12搭14派84蚊。三重彩12號、14號、9號順序派1030蚊，單 T 派139蚊。位置 Q 12搭14派32蚊，9搭12派51.5，9搭14派38蚊，排第四名咧就系十三号嘅迎之光。好啦，咁啊见到挚爱啊，最紧要苏保罗可以多一场头马啦。苏保罗咧拍卖会话纽西兰有啲大型拍卖会举行。嗯。
你差唔多半季要追18场头马喎。嗯，不过如果成仓啲马一齐好翻啲咧，咁就会快啲嘅。而家就有6场嘅，暂时。3+1预计派彩啦，胜出组合 A 二隔夜半热门嘅，派37元。其实就好近啦，几匹马翻到嚟，甚至外边老实人啊、美英杨飞啊都追翻好多。4连环预计派彩啦，9号、12号、13号、14号咧。派173元嘅，睇埋4重彩预计派彩12号、14号、9号、13号顺序派4270元。几只马啲实力其实都好接近啊，咁啊纯粹大家个档位形势睇下边只好啲咁咯。我睇埋个第二名啦，咪有型起啊，睇个正镜就到线先啦，反镜咧就见到已经知有就未到线嘅。嗯。场内影片留咗1档迎之光。零零丁丁咧就佢慢嘅，咁啊但系后屘咧都能够沿栏上翻嚟咧，追翻个第四。咁啊英之友咧一如上一次赢马咁放出嚟走啦，咁啊彩福就跟住佢。第三位已经好靓啦，就系嗰只挚爱，入边就3元觅路，沿途走3搭啊，嗰只就海船进骑，但系翻嚟唔系好断嘅。入边就有型起啦，贴栏就迎之光，跟住佢就未影扬飞啦，后边就与你同行，跟住就老实人啦、奔雷啦，尾三位置就系特醒，尾二灰马就系童话，贴栏咧。就順意保呢場步速唔快嘅，咁啊都比標準偏慢咗少少。咁啊有型起啊，今日就稍留運即係檔，咁啊試下第二個跑法都有唔錯效果啊。不過都係始終輸少少。然之剛就出咗埃及啦，之後就沿欄上，直路早段佢都冇位噶，都等到接近300啦先可以認真推騎嘅。咁啊開邊嗰堆，咁啊美英揚飛咧就因應檔位啦，早段都要。定一定，咁啊虽然都叫做蚀到2碟，但系都系较后位置啦。咁啊目前都算追得唔错啦。好啦，第9场都复榜完毕，派彩作实啦。位置 Q 12搭14派32元，9搭12派51.5，9搭14派38元。组合独赢3+1胜出组合 A 二隔夜半热门嘅，派37元。4连环9号、12号、13号、14号派173元。4重彩12号、14号、9号、13号顺序派4270元。孖宝派彩头关3号美关12号派439元，头关3号美关14号安慰奖派49.5。分段时间头段23秒95，第二段22秒62，末段22秒77，总时间1分09秒34。